起我们的车模，拉起我们的红布脚，那递给我们现场这四位的贵宾。好，先不要急着哦，先不要急着，嘿，先稍微提起来，对，稍微提起来。好的，也请我们的芬登奇堡的代表人，我们可以稍微亲啦。好，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，也是今天我们的第二代新超级酷卡货跑车即将要诞生，现世于大家镜头前方了。所以呢，在场每一位嘉宾朋友们，你们都是第一个来目睹他们的真面目。好，来看一下前方哦。好，我们镜头媒体还有现场的朋友们，还有我们现场的四位贵宾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哇，我已经看到一小角了哦，大家已经开始镁光灯开始补射了。好的，那。